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报告事项及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报告事项一：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以每会期互选产生。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林代化委员，二号陈明文委员，三号邱义莹委员，四号苏志芬委员，五号邱志伟委员，六号陈廷飞委员，七号赖瑞荣委员，八号翁从军委员，九号洪文吉委员，十号杨琼英委员，十一号谢依凤委员，十二号邱成元委员。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十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本次会议程为选举本会本会期的召集委员，依照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两人，选举方式以无记名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有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那因为我们没有书面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进行选举，请推定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各一人。来，我们推举一下发票员、发票员、发票员。发票员，好，邱成委员委员为发票员，来，我们的唱票员，唱票员，好，我们谢依凤委员为唱票员，再来是计票员，计票员，计票员是要我们还是行政？计票员就是要我们，这对，对对对，计票员。好，我们杨琼英委员为计票员、监票员。好，赖瑞荣委员为监票员。本次召集委员选举截止时间为中午十二点，我们十二点开始开票，并延长会议时间到开票结束后再散会。但如果有所有的委员均已出席并完成投票，我们则提前开票。请问有无异议？没有，没有异议。那我们通过。那现在进行投票。我们首先请监票员到票轨前就位。监票员就是我们的赖瑞荣委员。我们麻烦到我们的票轨之前就位。请议事人员将票轨拿起来给在场的委员及监票员查看一下。OK， 空空的 ，OK， 没问题。来，我们请发票员到主席台。发票员是邱成文委员。来，我们就位完毕哈。那我们请各位委员依序到主席台前领票，我们来进行投票。可以可以可以可
所有委员均已出席并完成投票，我们现在进行开票，请唱票员、计票员还有监票员就位。赖瑞荣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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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廷飞一票。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哎，有那个速度哈，虽然我们这个只有几张票，哎，对，还是一样哈。这样啊。对对对，确定一下速度 OK 吗？对。来 ，OK， 好，继续。委员，那我是重领还是？没有，重领好了，委员。不是，你这样确定一下没关系，你这样重领，没有，我重领。来，选举票结果，赖瑞荣委员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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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结果，陈廷飞委员一票。陈廷飞委员一票。陈廷飞委员一票。选举结果，杨琼英委员一票。附送一下，附送一票。没有，对，比我们多。杨琼英委员一票。杨琼英委员一票。杨琼英委员一票。选举结果，邱成远委员一票。四票。宣读完毕。好，请那个票数统计念一下。来，我们票数统计念一下，那个有我们的这个计票员，赖瑞荣委员四票，陈廷飞委员三票，杨琼英委员四票，邱成远委员一票。好，我们宣布选举结果，出席委员十二人，发出选票十二张，有效票数十二张，无效票数零张。赖瑞荣委员得票数四张，陈廷飞委员得票数三张，杨琼英委员得票数四张，邱成远委员得票数一张。那我们恭喜赖瑞荣委员以及杨琼英委员当选为本会会期的召集委员，本日议程处理完毕，散会。谢谢。
好。